30平的中古屋装潢老旧且格局与需求不符，设计师将整体空间重塑，以弧形元素点缀，让优雅漫步在空间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将告诉大家三大重点，我们会先介绍几个元素与自然感建材交织入室玄关，以清浅色为素优雅待客区，最后是温润舒适媒体区与盥洗空间。玄关以柔美清浅色迎接来者，搭配深灰色地坪，明确落成区。鞋柜选用竹编贴膜自然调性，内缩穿鞋与塑造平整的立面，整体温馨明亮，富有质感。天花几何设计勾勒待客区，所以藕本色软装，微素优雅的空间属性。低色温线灯凸显弧形柜体，大幅提升展示机能。墙面镂空几何形装饰搭配镜面设计，视觉通透。媒体区延续待客空间弧形语汇，搭配深色木质地坪，明确场域性。第一间盥洗空间选用质感白色大理石纹，第二间则选用沉稳的深灰色石纹。选用异材质营造不同调性的空间设计，风行设计涂慧敏设计师以使用体验为设计核心，细细品味空间的每一隅，找出最贴切的设计，为业主打造专属空间。